苏化这个风暴哦，东部地区嘛发现食品加工厂制作的这果汁内底有苏化剂哦，而且就是台东龙回生产的这百香果汁。台东的卫生局已经查封6000公斤的果汁啊，即马讲嘛要来处罚。不过台东地区这龙回即马是表示讲哦，有苏化剂果汁，但要5月30日之前就已经回收啊，只是哦无甲卫生局通报。即马市场买的全部拢是合格，不过哦，那是民众有买到5月30日之前。新鲜的果汁拢会当退回。这是5月30日，这个之后的都是 OK 的。台东县地区龙回超市已经将含塑化剂百香果汁全面回收，重新换一批今年5月30日以后制作果汁，并且将通过检验的报告打在黑格顶面，被搬回龙回名声。我认为那个旧的东西或许是有问题，或许是没问题，但是我马上断然就全部把它回收回来。所以说，现在货架上摆的这个5月30日生产的这个东西，我们都有检验合格报告。台东区农会制作的百香果汁的鼻检出含有塑化剂，成为一间向农会来买浓缩果汁的食品厂，转卖给台中市洪景天永兴药品公司来制作果汁。而这间公司家己送到台中市卫生局化验，才发现未来果汁原料含有塑化剂，最后由台中市卫生局通报到台东县卫生局。经过对查，台东县地区农会购买的起源剂原料，也是来自益生下一位信源食品原料公司。目前台东县卫生局已经查封龙回收制作的6000多公斤的百香果汁，并且依法来开发。他就告诉我们说，他已经有下架了，有回收了，所以我们把他现有在那边的这些产品呢，我们就把它做封条呢，我们把它封了。台东县地区农会表示，目前制作的果汁拢合格，消费者会使对购买百香果汁所标示的有效期限推算出制作日期。若是买到今年5月30日以前生产的百香果汁，应该农会来退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